拿着袋子，陈明义走在山坡地上弯腰捡垃圾。我不会比在座各位好命，我的母亲就是学校的工友退休，我也是一个给工友养大的孩子。 老婆儿女全家大小都出动陪着陈明义捡垃圾，为选前的态度道歉。不过看看之前的影片，我告诉你们要关心，我让你们扫地扫个够，对你们工人尊重，你们当随便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们不要走啊，谁猜的可以走？好，副市长。 刚刚跟你通电话，要来认清这个行为，显然是违例，现在已经把我拆掉了。选前因为竞选不调被拆，陈明义手叉腰，态度嚣张，怒呛清洁队员。陈明义的态度让新北市清洁队工会很愤怒，还到竞选总部前抗议。虽然陈明义道歉，但以15票之差落败，被戏称清洁队一区编制就是15个人。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有重新调整的机会啊，从基层做起，因为我们本来也是从基层起来的。 家人还家，陈明义扫地忏悔，也要替自己把不好的形象扫干净。GTV 新闻综合报道。